社会教育，那现在大家所见所闻的都知道了，又不着手了。你看电视里面播的是什么？报纸杂志的内容是什么？伦理道德完全没有了。最后个宗教教育，宗教教育也都是形式，表面上这些仪规，难怪社会一般人对宗教的批评，宗教都是迷信的。宗教里面经典没有人讲解，没有人去理会。即使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，天天读经修行，也没有能够把经典上所这些教训完全做到了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不说别的，大经大论不必谈了。最起码的、最基本的十善业道经，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学过？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我们仔细去想一想，是与十恶业相应，还是与十善业相应？果然能够断恶修善，那这是随顺佛陀教诲啊！依旧还随顺自己的恶习气，那叫什么？背死叛道啊！我们是如来假弟子，不是真的学生呐！一个人果然能够积德修善，自然能够感得家庭和好，工作顺利啊！你的前途呈现一片光明。